你是唱现场吗？上场，绝对是上场。你看。你在哪个位置发的音啊？人家想在哪个位置发就在哪发，当然不是在后面发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是纯爷们儿哈？还用说吗？肯定是纯爷们儿。二呢？啊，好吧，那你会唱爷们儿的歌吗？绝对会，这个还用说吗？是正常的声音吗？绝对是正常的声音。哎呦我的妈！来两句好不好 ？OK。星星